那我还没谁没有介绍到的，你自己啊，我他们都认识了啦。好，那请我们火鸟化学会这一次来了很多的朋友哈，那因为我也没有都很熟啦哈，所以就请各位，我们先掌声欢迎火鸟化学会理事长于国信理事长。正常做开，我身份上啦吼，我家己是家用一间册店，啊用一个协会一直在做真侪文化资产的抢救啦吼。那伊个登记拢含美雅老师在做社区的工作所在，啊我无想到一届吼，这个算一凹再凹吼，无来袂衰呀吼。那这个我们我是迄个弘雅文化协会理事长，阮总干事郭炎良。过去做演讲教，还是迄、那个伊读台大人类学系，哦，啊对这宗教吼非常兴趣，但也很怀疑啊。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基地是台湾土路市，就是因为过去我自己会走上这个文化资产的保护或者台湾的本土文化啊，有一个我们嘉义的一个民族运动很重要的人物叫张宏龙医师，那他的太太。来到现场，那因为张医师就已经过世，然后我们把他以前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个台湾土路市，把它做起来，就看台湾一般的那个社区土路市不一样，那么大概用土路市的力量在做一个社会的另外一种教育和改革的一个基地啊。这个美食啊，像那种植物啦，因两个拢用的啊，啊，迄种伊个较早主要的成员，较早迄种。一个动力是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专案的地下馆长，这样输好核电归零的，核电厂搞成目标的，还有一个燕家，谢谢，所以我们遐的伙伴，啊，我们遐有一间老旅社，老旅社，我感觉你遮应该蛮熟，用旅社哦，用那个背包客，啊，然后来遮大属于大哦，但是爱来做工，啊，饮咖啡爱钱，阮的咖啡要是有名的吼。啊，阮迄个嘛变作一个另外一个另类的收音基地，但侬但讲收音人惊着，唔敢来啉，啊啉啉咧则可以来做收音。来玉山旅社的掌柜，对 Michael。所以差不多啊，拢要准备到位啊啦。啊，剩咧我着不迄个，敢卖介绍？哎啦。啊，系啊，我看大家介绍。啊，迄个上吊的，阮迄社区会当歹用哦，嘛是我登记有人做记录。啊，做迄个分享，啊，坐，吼、哦，长久以来拢以默默在耕耘，所以我们社区也要有这样的人在做健全。啊，最近较闲，伊案子核销完毕，你若有兴趣，再多送互你，送你一个月无要紧，啊，伊的钱阮领得好。那社区还有那个一些学生吼，都网络啊，这个是在台北读书，看起来今天是有机会陷害他，哦，那盖小姐。中原大学建筑吗？心理系哦，一年级，一年级。我们家我有这种心理的生活。古宝莲老师是那个系吗？古宝莲系。哎，对，宗教和心理差不多一线之隔而已嘛。我们也没有。啊，对，就是照相。啊，这那个，啊，燕家伊在美国介绍呢。没有。摄影师吼，我今天归来。那这个是我们大家一个小心意啦，因为本早我们上红包那嘛唔对啦，啊，到尾啊上面每一个小赞，啊，我看咱这要安怎？系啊，都来合照。系啊，都咱合照一张啊，啊，你要一张讲要多送互恁，做纪念礼物，恁就开来搁较用安尼啊吼。好，合照就等合照一下。好啊。来。